来来来来，别想让大哥这埋的，我这你辛苦点啊，一会儿咱哥俩呢，换了换衣服。王总，我这人不管到什么地方，入乡就随俗，能就适应生活。这边刘阿姨自己一个人，又是烧柴点火，又是刷锅炖鸡的，基本上啊都干得差不多了。那边吴叔才把衣服换完，进了厨房。你就是那个，就是说的，你要是再婚的话，这两个孩子就是说的啊，孩子不，人家都没说，就是孩子意见是啥意见？只要我行，人家是说没有。爷，你放心，叔之前找过，所以说这方面不用惦记。我找过，你找过，对，找过待多长时间呢？石娃哥这个人吧，那你说吧，这啥呢？就这个城里就跟咱农村两个事儿。我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呢，我在长春挣的钱，挣多钱都给你，那个钱进他兜就行，他再往出拿钱，你再去干点什么事儿就费劲了。一对一天来管钱这个事儿咋想的呀？我就是你愿怎么折腾你怎么折腾，你就这样一来我都折腾没了。人要是心情好啊，干起活来也是格外顺手。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啊，刘阿姨就做好了一桌子的菜。锅摆着上边，我用我的饭我。你为啥不吃？你咋吃这么少呢？多吃多吃，我焖了一锅饭呢。这么些菜，我吃菜哟。太行！哎，这些饭给你，我这个服务员给你啊，大哥。我这人还有这个毛病呢。不管谁家的孩子吃剩的饭，我都能吃。不管谁剩的饭碗子，我只要我想跟你在一起吃饭，我不带嫌乎你的，我都可以拿过来。我这人就这样。吴叔说的这番话呀，让一旁的刘阿姨听得心里暖暖的。吴叔说呀，别看现在的日子是过得好了，但是啊，说啥也不能忘了当初吃过的那些苦啊。我要说我的最早的苦那时候，我现在都不敢提，我一提都伤心。我一块钱跑黑龙江坐火车，一块钱跑了整整16天，哪儿最苦的？在牡丹江坐着一个车，抠着一个大蜂窝，人那个拉大蜂的那个车厢这么大，一个像小饭碗似的。我抠出一个大葱，咬一口大葱，咬一口馒头，那个大毛葱。我这一愿意走就说，我说走就咱这吃饭，说愿意走，抬腿就走过去了。有钞票你行，雷厉风行，说走就走。这要就是说是他愿意，我愿意，就是说的我们两个就是说的，他走到哪块儿都就是我就跟到哪块儿，他动不着我，饿不着我，就行了。刘阿姨说啊，自己的观念很是传统，老话说得好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谁让自己就相中眼前这个人了呢？我这个钱一般都是啥呢？我生活上用不了多少钱，都是人情来往的钱。那你一年人情来往得多少钱呢？得15,000-16,000。这个就是说吧，因为什么没有春生吧，就没有秋雨，就是，俺家我妈那人吧，好教好为的，就是说我也随我妈也是，就外边的朋友也是挺多的。人生难得遇知己，酒过三巡后啊，吴叔的脸上明显就有了醉意了。你看我这一杯酒喝这些就不行，就看着没有？我酒就是不行的，这不就这些吗？你看着就到这杯酒。哎，我特别满意的这一点。满意的一点。他不抽烟。然后呢，就喝酒吧，还喝点酒还喝不多少，还特别好，特别开心，是不是？